要感觉能把我这个手蹬飞，明白吗？所以要用力啊，除了拉他的膝盖，除了蹬，还要有一个力量就是转，要感觉什么？去，看到没有？要有这个力量的。OK， 好，第二个脚踝，刚才我们同学，你看我每个人都去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脚踝不可以松掉，要一直往左一腿方向干嘛？靠住，压住，这样你的腿你看才是结实的，不然就是这个这里这样一松，看到没？这个腿就散了 ，OK 吗？所以这里很关键，要用力啊，推，很好。然后呢，再有个问题啊，你们这个腿特别像假肢，你们都是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条腿是不是就比如说你走路，你不是这样的？对吗？你是不是会弯到直？弯到直，这是一个你很自然的状态。我到这个位置，我是不是直腿？下面当我要产生移动的时候，我的腿肯定是要先弯曲伸直，明白吗？就跟你们走路一样，它是一个自然状态，不需要你全程都绷住的。